食物跟我讲，就停在我前面，我就直接给你。有铁刚刚不讲，害我白白杀了羊，现在重新找羊。我后来才发现呢、欸。哦。哎，看到猪了，先杀猪，收集食物。吃猪啊！吃猪啊！还有牛啊！哎、嗯欸，我们迷路了。没有迷路啊，迷路。哦。先杀猪。我要用剑打。嗯。可爱小剑剑。宝宝。宝宝。宝宝被你杀了。那我要收。妈妈妈妈，哎，哈哈哈哈，皮革捡起来了，我都在乱走，好了，不要全部杀掉，先去找羊了，那你在哪？在你家，他又不见了，我看到小鸡，这里，你后面，对。快过来啊！好嘞，小牛，找羊啊！啊，羊羊啊！啊，僵尸又要出现了啊！幸好我拿着剑，哎，我很慢啦、啊。你不行等等我吗？我就是在这里跌下去，不要再跌下去。你是说这里啊、哦？没有啊，因为天黑了、啊，我们去地底下玩了、啊，等下再上来。啊、洞窟冒险，哎，骷髅，哦，骷髅怕。弓箭手在杀我，拜拜你躲起来，卖个头了吧，等回血，嗯，我也在回血啊，我在掰回血，在哪里，弓箭手啊，你要把那个饥饿度吃满才有办法回血、啊。你们两个不会太夸张吗？怎样？你就在一个人玩的时候就不能玩超过半小时，他现在玩多久了？哦，好了，再玩一下睡觉。哦，你死了，帮你捡东西。哦，死了。我帮你捡东西。啊，死了就没了。你还不复活？我没有复活了，死了就今天到这样子就好了。我在帮你捡东西。没有了，下一次了。哦，说拜拜。拜拜，道别了，我去自杀了。你要跟谁说拜拜？拜拜。你要看到镜头拜拜。看镜头拜拜，镜头在这里啊。哦，拜拜。拜拜，下次见。